今天中午接风宴，必须来。清寒，你觉得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印堂发黑啊？怎么了？你身体不舒服啊？不敢回想。哎，清寒，你家喜欢什么样的女婿啊？啊？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就是吧，我要正式的去见唐薇薇的家长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出去构思一下。家长，今天趁你表哥回来，咱们把事情都交代清楚。哎，舅，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来问问他，看看情况。你先喝茶，起来起来。怎么就怀孕了呢？怎么我一时没看住你就怀孕了呢？当然，哥也不是怪你啊。咱们微微啊是好孩子，不怪林然。对，哎呀，满了。哎呀，你看连倒茶都倒成这样，你是安全措施都没做，这就算了。现在还带着我们微微去开店，你有没有把这个孕妇放在心里呀？大叔，我错了。我一听说这个事儿，我立马就回来了。飞机关前我饿得要把座椅吃了。哎，微微，林然是不是给你下蛊了？你可不能受他的迷惑啊。哥，你说的对。对什么对？倒茶。哦。倒完。表哥，我是真的很想开甜品店，店的头款我都已经打了，这事都已经定了，你现在说这些是不是太晚了？微微说的对。你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哎，微微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能看上这个废小子呢？男人没有点男人样，以后怎么保护家人？你别说，我是你舅，我这都是微微。我叫你别说就别说。行了，甜品店我开的，林然我选的。这两件事都没得商量，哥，你好不容易回国，我们今天好好叙个旧，其他事免谈，吃饭。我去一趟洗手间。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大家回去安排一下。李想，你留一下。哦。小黎啊，现在在公司做得怎么样？还开心吗？挺好的呀。看你年轻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啊？不用紧张，我们呢就随便聊聊。老板，我之前可能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，但我没有影响工作啊，我一定会注意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和华诺的靳总关系不错吧？咱们公司融资的事儿呢，一直被卡着。要不这件事情交给您，你也是公司一员了，该处理处理，不要再推辞了。嗯，老板，我们不熟，顶多算萍水相逢。可靳总说你们是朋友啊。啊？听说我们很熟，听说我们还是朋友，你怎么跟人乱说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不只想和我做朋友？果然是他的风格，
减五分。可他这是跟我……算了，勉强加十分。请你注意措辞。呵呵，想必朋友之间帮了忙，也不需要请客感谢了吧？怎么总是吃饭？你没有别的事干？那我们干嘛？这个女孩也太随便了，必须要减分。其实好像也不必减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。不了，有点早，而且我们现在也不是做这种事情的关系。香姐，香姐，你干嘛？咖啡？没事没事。